放开，手放开，下车，不啦，手放开，下车，不来啊妹。三名员警围在驾驶座，但男子说什么就是不下车，不断找理由，意图拖延时间。我辛苦开掉的啦，我辛苦开掉的家伙哟。男子目测体重破百，不断说自己太胖了，成为他拒检的借口，甚至趁着警方不注意，脚踩加足油门，差点冲撞警方。抓他！男子想要逃，但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立刻拿出辣椒水还击。男子被辣椒水呛得无力反抗，四五名警力一拥而上，把人拉下车，他只好乖乖地趴在地上束手就擒。我身份哦，起身假意配合警方盘查，后吼子涵吼体型太大了，卡住了，下不了车。16号傍晚5点多，台中远景行经西屯路、四川路跟河厝接口时，发现45岁赖姓男子开车行迹可疑，上前拦查。他心里有鬼，意图冲撞警方逃逸。最后果真在车上搜出一把改造手枪及8颗子弹，将他移送法办。记者黄晨飞、李云杰，台中报道。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，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，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